这都行啊，就是都可以给我报到群里嘛，我就说就好了。水果，不，我你给我发定位，我不知道在哪儿。我发你，就你把定位发到群里嘛，我知道你，我去开发就好了。就那一家店，因为我是说上一个，我对上海真不熟。你们俩去过？就来来回回就绕。他怎么知道定位？你们俩去过？应该没去过呀。你们俩没去过？应该没去过呀。哪里啊？水果汤泉。这没去过，这没去过。水果真没去过，但是他一直跟我说水果那边很好。啊，可以，我前几天我不是去了，我明天就去谈这家店，好吧？嗯，明天我就去谈这家店。可以，不说了啊。今天谈哪家店？今天足浴啊，你不去吗？我去，说好我们都去，可以啊。我不去，他也不去。哎，那怎么办？我上镜足浴店会差评的呀，我又不是不敢上镜。对吧，我要先整顿一下黑粉状态。我就是坑你啊，这是先整顿一下。不是，你今天不是去做过按摩了吗？又去做了。很多了呀，上海那么多，我都你一天要捏几次脚啊？为了工作他必须。就是基本上，你看我跟你说，就打个比方啊，一天就是说在我们家乡啊，我一天谈十二次。你一天要做12次足浴？没办法，就按场子排起，就没有疫情之前啊，我们基本上是那真的是一场一场的往下谈。哎，那你有没有曾几何时？屏受不住，然后加了加钟之类的，做点别的。没有，我不知道加钟呀，太多了，太频繁了。不是，你再怎么频繁，你都是属于那个，你没感受到那个那个呀，对吧？不需要，为了工作啊，一码归一码。这12次足浴，他妈捏完以后脚不他妈皮都退了吗？对啊，就烫坏了，那烫的脚皮都是发白了。发白了，然后身体不做了你平时？不，有时候就是硬会摆拍一下，哎，就那了。哎，有个技师啊，劲儿特别大，跟男人劲儿一样，哇操，那把你摁到这，比如说浑身散架，他手劲特别大，因为这样他们摁的。有没有摁你那里啊？哪里？三角区啊。就是你有没有试？你肯定试过，你肯定试过。我跟你讲啊，你绿茶了，有试过，肯定试过。但是唯一办法，对吧？我们是工作，我说了我在工作啊，然后人家就说啊，知道了，对吧？他能有规矩的，我知道。那你有没有工作的时候有邪念，然后去感受一下了？我不需要感受呀。你为什么不需要感受？因为我不缺女人啊。我知道你不缺，就是你不缺是不缺，但是是你的一个月你都不缺，两个月你都不缺。我真不缺女人，你真不缺。你不缺女人是一回事，你不需要释放吗？我跟你说，我缺女人，我还需要释放吗？不是，你不缺女人，是你生活中不缺女人是另一回事，一码归一码。你不缺女人归，那人家也不缺男人啊，那我也不缺你，但是我该要释放的时候我会释放，因为生理上的释放是集合以后对于工作的积极态度更加有大的帮助。你有没有释放啊？这几个月？不是我，说实话，还没有，但是我不缺啊，因为我不靠这一口。首先一点，我为了工作90%可以，为了工作是吧？是10%可以生活。那你生活中有没有释放了？那是以前呀，释放了。你这几个月都没释放？对呀、啊，因为疫情3个月，我被控3个月。我说过，这事我说过呀。那你关在家里面更有可能释放，你没劲啊，无聊了呀。但没事，这种都是小事，我们一起释放。明天我带你去个店，我去看。你去看？不是，我们去，然后找个人去。我跑业务嘛，说我帮你。说完了，你要讲方位，说完了，你说这话题比较硬的。所以我平时再说一下工作了。好。所以我平时比较去做工作。我们自己去清吧玩什么的，就点红酒。点红酒是吗？哎，你一个人能喝多少红酒？嗯。我一个人喝了红酒，喝多少？半瓶吧。我曾经一个人吹了一瓶。吹一瓶。吹一瓶。那吹完之后不就倒了吗？吹完以后基本上那种感觉就是释放天性。释放天性怎么释放就是基本上他妈的我想到什么我就敢做什么事，就是一瓶红酒下去，各位直接他妈的就想干嘛就干嘛，就那种感觉。可能喝上头了，就真上头了，就控制不住了。就你自己吹一瓶吧，自己吹一瓶，看你表演。啊，这么多！真的，我说实话，这是可以。一个火箭我喝了。我也是啊，我也是一个火箭。
得做事，一码归一码。你这火箭多少钱？500。那你待会儿带着红明去弄个足浴去。可以啊，你帮他拍拍呗。不是说好了吗？可以啊。不是我差评怎么办？我说了呀，我可以帮他跑业务。少啊，他们又不知道的了。他知道，他会发出去的呀。发出去没关系，无所谓。不会叫店名、路名，不就已经？开个双倍卡好了。你说这个差评能差多少评？来问一下。疯狂差评啊！疯狂，不同的 ID 连续的差评，第一楼、第二楼，那你把店搞死了啊！所以我在考虑，薛总，我并非一个懒惰的人啊，我愿意去享受，我也愿意拍。开了，薛总，你考虑一下怎么办？那为啥会这么这样局面呢？我搞不清。这样局面嘛，我多年来都是这样。你是靠黑粉养活你的？哎，是啊，斗鱼给我签约的呀。那我真不多号。但是我有个提议，徐总，我有个提议。其实黑粉是粉对吧？他可以拍，他跟黑人艺一起拍过视频的，就是有90万的。我又不是去拍呀，我是素人，知道吗？哎，你看你叫他素人，他就是，他其实可以拍。我是素人。他哎，你看过黑人艺的那个抖音吗？有他的。那个他属于可以试一试，可以尝试一下。他是两号演员，就说他是男主角对吧？通过电视剧的话，他就是男主角。他是男二号，女一号，可以试一下。但是你得叫摄影师呀。啊，我知道做事，我知道。肯定是有三个人，有一个人要当摄影师的，跟孙岩一样嘛。我跟你讲，这种工作认真方面的事，我会去做的，徐总。但是我不会跟你，我事先跟你说好的就是那个，兄弟们，你再跟他们说一下，一个火箭那个一瓶老师工具，我操！一个火箭一瓶，不是一杯，他喝红酒吗？真吓人。薛总，你要点什么东西吃吗？我真不需要，因为我来聊事儿的。我今天真的是，为了这个事情，我把它摊下来了。真的，酒吧就今天可以去，但是，薛总啊，发财的道路来了，你要发财了。我想到一个，你问那个店主，你今天做了个指甲哈？嗯，是吧？你问那个店主，哎，你比如说哪个足浴店吗？你给大家看。他的店主马路对面会有竞争对手，或者是附近有竞争对手，你让。店主说竞争对手是谁，我们就去竞争对手那边，让竞争对手那边就会倒闭，人家那边店主不拍不会给你广告费，你知道吧？这叫职业差评。这家好看，人好看。小兄弟啊，错了又提醒了。不宣传违规文字信息。什么是违规文字信息？你看两人说了什么东西。瞎说，我又没做什么。哦，探店是吧？啊，不说了，不说了，探店没。我没太懂什么意思。你对不起，操管，不说了。哎，你们做个指甲多少钱？嗯。这个指甲做了多少钱？你猜一下，应该多少钱？你们猜他做的这指甲花了多少钱？猜呀。500，不可能，我不信。599，套餐。你们猜的也太便宜了。哎，你这个指甲是真指甲还是贴上去的？贴的，甲片就挺贵的。指甲是假的，贴的。500，你们的200的几百那也太便宜了。什么价？嗯？四位数要吧。那不到四位数，那就800左右吧。嗯，700-800。女孩子做个指甲这么贵、啊，你知不知道这一颗钻都多少钱？多少钱？一颗钻20，这上面几颗钻？你看，看我说。
一边五颗钻，就200。啊，一个手指头就100，就光钻，这还没贴满手呢。几年前就这个价了，这上海就是这个价。我印象当中的做美甲，大概是做一个手，大概也就是100-200左右。嗯嗯，那是在哪儿做呀？肯定不是上海，上海物价太贵了。上海光贴个甲片就好几百。我在说你在这边上色，你那是上色。上色上的还是不好的胶。好，他们有的好的那种甲油胶都要卖到1-2000。做个指甲一个小时要吧，2个小时。2个小时。我操！对，做指甲很贵的。那等于红兵，等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全身按摩了。这800。对啊，就等于你们这么贵啊？全身按摩。他做个指甲800。不，我说你们全身按摩这么贵。我们全场不贵的，我398-298。啊，是。我就说，你做按摩多少钱？我不要钱。好，我不需要。做的正规，做的正规。对啊，正规。不正规的多少钱？我不懂。不正规的多少钱？薛总，你做到现在所有的按摩都没花过钱？真没花过，就我从事行业到现在。你又没花过一分钱？对，我没看。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7年。几年？7年。2015年开始，你算一下。2015年开始。对，你7年里面做的按摩没花过一分钱。对，但是我们是这样，当时没有抖音，但是是公众号，也是这样，也是帮忙，知道吧？公众号也是可以要钱收的。本地的一个公众号，就是我们自己搞一个，就是这小程序这种公众号，哎，也可以搞。这么屌吗？不是，这行业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按摩的当中，包括洗脚，对，包括这种身体什么的都包括。SPA 嘛。SPA。啊。真的？你不信？咱现在可以试啊。我会试。欢迎帅兵。你下回做指甲，你让薛总赶紧去做。啊，那也行。我得谈，先谈孩子嘛，先谈好。没有。谁抽烟了？没有啊，没人抽烟。没有啊。谁抽烟了，超管？哪抽烟了？他看错了，怎么看错了？没人抽烟，还剩几分？一共多少分？跟介绍一样，8分，我现在8分。你8分，我真没看到谁抽烟。没人抽烟了。你这指甲是蛮好看的，手是女人第2张脸。你一弄这个800多块钱指甲，你看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去普通的地方工作的。普通工作就是那种打工，什么食品类或者什么，他们都不能弄这个，要物就是要什么弄那种东西的嘛。嗯，那样的人不让。你只能接触传媒，就是传媒行业高级那种。手上没有指甲不方便。妹子的手链也要好几百。手上没指甲不方便。不是指甲要干嘛？啊？凡克雅宝的。是实话。不是，手上有没指甲反而不方便。我手上没有指甲，我不适应。哦。我叫指滑的吧？啊？是不是就是手指，比如说。比如说那个哪里那个啊？你比如有耳钉，你有耳钉对吧？你用指甲弄出来那个。不是，是我必须得有美甲，我手上。你手链给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个懂的，这是好几个花的，它不是一个花的。正常手链都是好几个花呀，正常手链都是好几个花呀，手链一个花的太小了，项链才是一个花的，对，手链都是五花的。帅逼挺懂啊，帅逼啊。
看哪里了？还有本地的。哎，兄弟们，哪位老板起个头啊？黑社刚刚说了，他就你把这个红酒给他，他干红酒的呀，一个火箭。没有，有火箭我也干十个。哪个老板？十个。开个头啊！哪个老板开个头？今晚就削爆了。难道我来先开个？没钱。啊，不是我节目效果，其实我并非穷逼，知不知道？帅逼，好久没有续过粉丝牌喽。啊，对，你续下，他把这杯干了呀。你帅逼。女孩子做美甲怎么说呢，就是她做完以后呢，就是显得手指长，嗯，对吧，显得手指修长好看一点。对，其实不做指甲的话就没那种感觉，精致精致一点，精致。你脚趾甲多吗？夏天那个，你别笑，这真的有的女的会做脚趾甲吗？啊，是会做，对对对，你有没有做？冬天不做，夏天做，因为夏天的话夏天要露脚嘛，对，夏天会露出来，露出来会做，不露出来就没有必要做。你的手指甲真的可以，就是我们在长沙逛的时候，那种指甲都没这个好看，那种便宜指甲那种甲片，这个指甲真的。这啊，你试一下在那，不是，我代劳，你试一下指滑一下，试一下，肯定很舒服。等一下，我这边手，我很干净的，我很干净的。你指滑这样滑的，慢慢的那个，这叫柔式啊，很舒服的。别上套了，上套了。那你滑它，那你先那你滑我滑一下，这样吗？哎，也发现我。没，滑一下，我绝对没有非分之想，我就是想证明一下，你这手指甲真的很贵，知道不知道？你这手指甲真的很贵。你问他。我可以滑我吧？问他，他就没滑。滑一下，我滑，直接就滑。啊，你为了滑一下，说不定有礼物，你滑一下让我。那有屁！啊，没事，下次，我开玩笑的。哎，我看有人做，他是用自己的指甲做的。嗯，有自己的。那得把自己的指甲就留得很长，对，得留得很长。我指甲留不长，一留长就断了，一留长就断了，只能剃甲片。甲片，剃甲片比较硬，自己指甲太薄了。你甲片硬不硬我们也不知道，你划一下我看看硬不硬。我手很干净的呀，你看你划一下我不上手，我这个人不像他一样，他刚刚一直上手，是不是？我不上手，你我背上手，就你划我第一次就是说那个就是。就是那个，算了，不要滑，这不观众看着滑了，人家以为我猥琐了，这个。薛总，待会吃完饭以后去哪儿？组队啊，不说好谁想组队啊？因为没有吃过，你联系好了呀。他说跟他说好了，你这不去也不合适啊。又去组队了？这不是又，这是另外就是一码事儿了。你去了？拍不了，他再考虑几周，会有差评的。他再考虑几周，我继续吧。万一差评，他不得？你可以在外面直播，然后呢，我们可以进去先看一看，如果不行，就出来了。或者是这样，一个这样可以不？就是说，你帮我拍摄，你也算出镜，哎，不是，你也算做事了。我帮你什么？帮我拍摄。我帮你拍摄。对，你也算做事了。但是老板可能看见，因为我跟老板说的是咱俩一块去的。那我变工具人。啊，算了，薛总，你就给他个出场费不好了。不是出场，就那你可以去，你这样，你可以出镜，但是我把你扫一下。扫一下什么意思？就是晃一下，可能给你一秒钟、两秒钟一个镜头。哦，好，可以吧？好，可以吧？好，我要说话吗？一秒钟、两秒钟。不用说话。那谁说话？我说话。还有谁说话？没了。好，足浴是你的事儿，一哥是吃饭的事儿。哦，好。那咱们说这样说的吗？哎，晃一下等于让人不知道是我，那你谁晃都一样。哎，不，那肯定也会让可能是你，可能是我。那差评了呀。你戴口罩吗？啊，你戴口罩就好了。哦，我不是，只要有人知道是我就差评了呀。戴口罩呀，那后患无穷啊。你不承认就完了吗？我不承认啊。我是在这直播的人，我就知道是我了。我去染个头发去。
就之前你给我看的那个照片，就是那种亚麻色的那种，那漂的那个很浅的那个呀。觉得我帮你拍，我尽力尽力，他上绝对没问题的，就是说不会有人上，你可以试一试，对，不会有人上，你知道吗？可以试一试，对对，一样有流量，可以不会有人做一天。我在三M 待了一天，对，做那个头发做了一天，他光褪色都褪了两遍，真的很伤头发，但是真的好看。哎，你给大家看看立轩做的那个头发，但是真的是好看的。哎，真的，昨天杨老板说拍得很好，人家说感谢我们的常来，老板说了，这是实话，拍得很好，说从来没看过探店是这样探的，从来没看到过探店是这么探的啊，不是，就是他们老板也长了眼，你听我讲，从来没见过以前探店，他们探店就是过来晃一下，哎就走了，咱们探店人家做事呢，做很长时间事呀、啊，老板说是，还买单，反正是意思是没有见过这样探店，第一次见，然后。早上就不买单，就是表扬我们，知道吧？没有别的意思，知道吧？其实昨天那顿饭108可以不用买的，但是就不说了。108也不用买。对呀、啊，那他做事呀、啊，真做事啊。哟，这啥？这之前没褪色的吧？这是之前那个染的白金色。其实这个头发蛮适合的。哦，真的，这个头发很洋气。洋气，这个头，这也洋气，很洋气。这，你给我看看，给我看。哇，这个洋气，可以。后来多久退掉这头发？那个，它不是褪色，它会长出来黑头发。对，一个月黑色头发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之后就分层就不好看了。他们都说这个好看。嗯。你现在头发开上吗？啊？现在头发也没开上。今天你不是做头发了吗？啊，今天没做头发呀，做的指甲。哦，你这个头发是什么时候做的？你是做了一天的吧？这个发型。啊，这么多，他妈露半个胸呢。什么？哪个？给我看看，给我看看。露胸的给我看看。露胸的给我看看。这也是你啊？啊，是我。你给我看看，刚刚给他看了，不能给观众看的东西。嗯，真漂亮。你有没有什么视频啊？视频。欢迎好哥。我不拍视频。你要看他什么视频？穿衣服的呀，可能不穿衣服的吗？哎，你发梢有没有开叉？发梢。肯定的呀，我下面头发都已经成枯草了，很干的。欢迎船长。下面的头发很干。上面这个长出来还可以。要不你用发梢在我手上这边划一下。对的，现在放开了，可以出去直播了。就是外地回上海都不用隔离了。太好了。哎，你这样，你用发梢在你自己这边，以后平时嘛，这样我发梢就会好的，因为人的身上有水分。没有用，我用精油都没有用。精油？你为什么不用月儿油，用精油啊，女孩子？头发上不用精油，用什么呀？精油不是头发上用精油吗？对啊，头发上有精油啊。我以后也用。头发少用不了。这我应该没吐吧？就是精油像什么？先卖猪哥的小花香。其实红米你可以去染个头发去。不染了，那么短的现在。漂一下，你漂成那种金色。金色。金色。有没有老板安排啊？我自己不漂。是有那种感觉，金色是有那种感觉，可以。怎么有感觉啊？我不要你觉得有感觉，我要雨晴觉得有感觉。就是雨晴，我现在心里不平衡，他上你手那么长时间了，就是不是，也不是上手，就是说你指划他，他很爽啊，就是。我也没这个思想，你看他脸很红，你看我这边。我你帮我指滑一下，我很久没有指滑了呀，帮我指滑一下，就是手滑一下，就我前女友跟我分手，王琦他没手指尖呀、啊，王琦帮他滑一滑，他没手指尖、啊，王琦上，我这800多的那个指尖，这么滑一下，我没指尖、啊，有，老黑了，老黑讲究个人卫生的。就这么粗的时候我会萎靡不振了，我现在需要一柱擎天的呀。我手滑板出的，我有老茧，真的，你感受一下。
不是，这个是简滑了，这这完蛋的那种。我蛮软的，但我没有指甲。我柔式的不是属于软。我手柔。养生方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说年轻人现在真的要注重养生。已经握过手了。我老了，我老了。如果你握，如果你不来这里，你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在干嘛？在酒吧里面嗨啊？没有。平时白天压马路吗？平时？看逛街之类的。有的时候会去，也不天天去。爱生活，一般现在女孩子都懒，都在淘宝上买东西了。淘宝是淘宝，逛街是逛街，不耽误。不耽误，逛街是感一种感觉。逛街衣服可以试。在上海有没有玩过滑翔伞？挑战一下。上海冲刺，上海没有滑翔伞，就谢谢 Red Big Man 没人告诉你的小滑翔，附近会有吧？两种滑翔，再试两种，说不定能出。顾村有一个，顾村会，浦东有一个，那没在上海去过。你有没有感受到自然海洋？上海还有海，反正等那个真的是放开了以后呢，我再组一下带红兵去一次泰国。我去泰国直播一次，有没有在高级点地方？等这放开了以后，啊，就是那个，就是节目效果肯定会很好。就是海嘛，芦潮港，没有真正的上海，金山那种是什么？不是会不会他当时被别人啊？为什么？哎，带他去有点危险。啥时候等回来不用隔离的时候？啥时候？熊大现在在外面那边混得挺好的呀，我看他不天天很开心吗？那在就近最近的话，我们可以让雨晴出来做女嘉宾，然后去海呀，去看海，信号又好，又不要钱。要在上海看海吗？在上海看海。去安排一下泰国探店。泰国吧，就是主要你语言不通。可以有，可以啊，这个你也给探过来。我们有海外版的。TK 啊，可以安排的，只要泰国有 TK， 泰国你也能安排。只要海外版抖音，它是就是旅行泰国没去过，没去过。吃饭可以吃霸王餐吗 ？TikTok 可以住霸王酒店吗？去看海就不要在上海了，我还没去过赛道，海南去海南三亚就没进，去了太多了。我要去上海也有吃霸王餐，住不是只是景点，不是共享那种，是芦潮港，不要上海最东面，那边气候比较好。我不要去泰国，我每年冬天都在三亚。没办法，可以去。你去三亚工作的，玩的。别说黑珍珠老板还挺大气的，为什么？昨天刷的火箭，还是大气的那个。那你聊一下接单的事，接单的事。对啊，那个不是有1000多个贵宾吗？接单呀。喝酒的接单，你定好多少那个？你跟他们定，那你定。哎，各位兄弟啊，你看一个火箭一杯轩威啊，这边倒满的啊，这个是极限了，我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再便宜的话就那个了，而且亏本买卖了。你是一个火箭这个红酒的，倒满的轩威。我跟你讲，我的酒量不止在浙江货，在全国是排前五的。但我平时不喝，我喝轩威像喝水一样的，我就倒满之后喝掉，我就觉得像没喝一样的。昨天半瓶都是我喝的，就现在这个，昨天半瓶都是我喝的。这不错了，太吓人了。但是我平时又没有瘾，你知道吗？没有酒瘾还挺好。我昨天晚上吃福报了。我一直最不擅长的那个啤酒。欢迎侯晨，欢迎侯晨。我一直最不擅长的，感谢侯晨夸奖。最不擅长的啤酒嘛，我前一段时间练就了一身好本领，15瓶3个小时，都是为了赚钱。15瓶3个小时，就大瓶的那种，玻璃瓶。我知道正常的。可以让熊大给你当翻译，然后你就可以。熊大也是他们斗鱼的一个外行吗？在泰国。你要去泰国探店的话，就他也可以当翻译。可以啊。但是什么吃饭啊住宿最好是都不用花钱的，可以搞一下，有搞头。你现在就需要先那个策划一下。
对啊，泰国吃饭和餐饮。今天有幸见证的，嗯，蛮有缘的，全球都可以看，对吧？全球看还没有那么那啥啊，但是部分的区域，对，东南亚区域，对，他说开放那个就是国际版的那个，知道吧？就可以搞一下。嗯，那薛总今天怎么说啊？就是足够发电了，足够了。好，昨天我们拍的那个视频，有人买了吗？我看一下，大上传了。但我感觉有黑粉在恶看什么呢？有黑粉，你看一直很，我你也有黑粉？有啊，你看这不就发抖？你看好像很像，是很多了。肯定不安全，太不安全了。我不要去那个先别乱说话，我万一啊。切。对。你们已经两小无猜了是吧？嗯，我也留言。你们两个已经两小无猜了没有？什么叫两小无猜？什么叫两小无猜呀、啊？你们俩其实如果说做朋友可以做情侣不太合适。两小无猜呀。啊，能说悄悄话的人。我上个厕所。好，我不会乱说话的，我们都不会乱说话。别说话。为什么住？就必须要说是你是吧？啊，必须要说是你啊！我把这账户，我要记清这，又是黄毛又是绿毛的，我分不清啊，名字很多啊，这外号。太好了，雨晴啊，能不能加个微信啊？佳，我先解释一下加微信的原因啊，绝对不是什么平时在吗、吃饭没啊，这种我都不说了，就是说有重大的广告事件的时候我找你。嗯，可以，那放下，我只要发一句有完没的，你就把我删掉。我这个人，你看我加了很多女主播微信，但是我从来不跟人家聊天。那你加有啥用啊？啊，你加到女主播不聊天，工作以后有排面啊，他觉得。哦。有面子、我已经加了，行，我已经加了，我愿意为了证明一下我那个加微，哎呀，这下面是，那你看，人家那个女主播跟我聊，这都很正常，看我一般不怎么回的，但是我有正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直播要多人，别人也蛮大的，我去找，我累啊，每天做这样的，我备注一下。然后他这个没门，反正特别啊！我逼到里面，我在外面去。真的呀，能做事的。哎，你会抽烟的吗？我不抽。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我是不抽烟不喝酒。比较牛逼啊！雨过天晴啊！好名字。啊，加微信了。我说过，我从来不跟人家瞎聊的，就是说这个，知道吧？我刚刚也证明给人家看，就是说那个女孩子就等你去厕所的，就等你去上厕所。速度有点快。我大哥，我跟雨晴说了，就是说，永远不会说点有完没的那种。一旦说那种有完没的话，马上删掉，删拉黑再删掉，永不添加，永不录用。永远就是消失到他的世界了，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君子约定。飞机删除。接。接了。这飞机删除。钱是小事，友情只值一个飞机吗？小心董宇家门口。不可能的，因为我不知道人家家在哪里，而且我都不会问，我也不会跟董宇，我是一个君子。他之前那个就堵了人家女的门口，人家就把他威胁。哎，你看他的表情，多么开玩笑的一个表情。如果真的是的话，他会一个很严肃、很认真的。然后人家有个女的住徐家汇，然后来证明一下，证明一下，证明一下，你打电话给有这个事吧，证明一下。小心啊，会倒是不是？堵人门口。开玩笑，我今天真的蛮开心的，就是。嗯。
有点激动啊，有点激动。没事，能理解。能理解吧？很多人看到你都是这样的吧？正常反应啊。看到你没反应的人就没有，还有不敢说话的。那我反应肯定是有的，有些人看到你不敢说话，但他有反应，我有反应的呀。哪有反应？其实这在座的四位都有反应，我没反应，我没反应，我更没反应，我绝对没反应，我也没反应，我真不确定，我真不确定，我骗你不骗？我也没反应。你先静音，他们俩必须先拖一下。我这边，我先来。我不需要，我真不需要，我没反应，我只对那个有反应，其他都没反应。没反应。真的是，我觉得男人啊，不是风流没问题，但不要下流。有没有？明白了，对吧？我都是这样做事的。我风流，我承认风流，但我不下流。嗯，是吧？不是不是，说的没有。我对雨晴有反应，这个是下流吗？这是肯定是有，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你要避讳这个事，你这潜在的你内心下流，知道吧？后面。接不下我就好，就是像我，等一下，雨晴，我虽然不发给你点原味的，我先给你发几张合影，这些都是自动靠在我肩上的人。合影啊，就是一些女主播跟我合影，王雨山没有，就是因为为什么我那个就是等一下，我先给你看啊。你不会把你的那个自拍照发给他吧？不是，都是真的女人跟我合影的。那先给你看几张这些。真的女人。王雨山是谁啊？有可能有。你认识啊？有可能就是这些人，就是说，对于你来说，没你。看，中间楼的对着，就是，你觉得可以吧？而且其中一个是超级大网红。哪个是啊？第三、第四。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第三、第四，他是谁啊？能请到这位跟我单独唱歌，绝对是属于万里无一的人，说明我有那个自己的这个优点，就是。哎，我们家那个谁？邱太极。这两个也是，就是那个自动靠过来，看都自动靠过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靠过来。哪个我啊？哎，对，这个是黑人一认识的徐若曦，是吧？都自动靠过来。怎么表姐不是三姐都在啊？三姐自动靠过来，我只能够自动靠过来。自动靠过来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自己靠过去的吧？你说雨晴，如果说我跟你之间，我肯定自己靠过来。三姐这张给我看看啊！三姐这张给我看。我发给你，不是，我还有很多私照，我还有很多私照，等一下我看你私照。等一下，你要把雨晴的微信删了，我知道，我是发给雨晴的。等一下，三姐都有。就是姑姑的那个姐妹，三姐。好哇，彭帅怎么这么多人确诊了？我发过一篇视频。哎，雨晴，你看这个我就不发给你了。你看，当我听见的时候，人家很享受的那个感觉，就是说这种情况，这是小事。我快了，对老师，不，这雨晴的课不太好说。这还有一点，还有，我给你看。这些只是我冰山一角，还有我二十多岁的这个都没发出来。但我有个，这个是我，前女友喂我吃饭，然后我拍摄的人你知道是谁吗？拍摄的人是我前前女友，你说多么放得开啊？不是你们是怎么是不是很乱？一个桌上的，是不是很乱？你们怎么凑到一起的？啊，对。前女友聚会呀、啊！前女友，牛逼啊！我享受不了，没有前女友。这是斗鱼给我发给我的奖杯，这个奖杯如果换成钱的话，享受不了。没处过对象。雨晴，你真的低调。雨晴，今天真的很开心认识你。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他喝酒喝的少，平时就喝的少，你知道我为什么喝的少，就是来薛总来喝一杯，喝一杯。乱性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并非本意，但断片了。来雨晴，你抿一口，就算是饮料抿一口就行了。一口还指望着你上海过来多拓展业务，互相的互相分分分。哎呀，我还指望着你帮我多直播直播呢，增加点节目效果。可以，互相的合作。探店的，别的店探不了，反正别的店吃饭我可以帮你去探。就吃饭。好，行。就吃饭，我现在就安排吃饭。那你说喝酒吧？那我现在那个酒都放，酒喝足了，那个吃饭地方你能不能安排一下？你没吃饱？没吃饱。对啊，饿了。太辣，他一哥不吃了。那现在这个你能不能安排一下？你给我那个20分钟好吧？20分钟。你好，没问题，20分钟我等你。你听我跟你说事情啊，就我不是万能的，你知道吧？就是你不是脱口就20分钟，得有时间的，就周期的。那不是显示你血统能力的时候到了吗？这个跟太快了，这个点你知道？这样吧，一哥，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就是那种馆子？我他妈掏钱吃的呢，可以不？可以吧？咱不谈了。薛总说掏钱请我吃，你跟我走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吧？可以吧？掏钱请我吃。对啊，你跟我谈这样子谈就很这么晚打扰人家呢，你就让他休息了，可以吗？应该现金流啊，哥。那这样吧，先送雨晴回去，然后我们他家里附近找个地方。可以，他家附近。啊，他家附近。也可以。就是吧？啊，雨晴。但是就说不要太就是，就说咱们就说。正常点，家常便饭，别太贵，不会的，不会的。我不是吃随便吃，但是说家常便饭是什么意思？就你按照你口味吧，你不是不吃辣吗？大概多少区间里面？你几个人啊？4个。他不，你吃吗？人均100可以吧？他都行，吃4到5个。人均100就可以了，可以500，好吧？薛总可以吧？薛总，我先跟你问，薛总，不，我平时我也不探了，你现在这个点让我去聊，人家很烦的，因为这现在休息啊。你我可不是那种万能，你一说马上就，你得给我个时间，提前说，咱们给我半天时间，我可以把它搞定。这个事儿，它有个周期的。有时间，薛总，够了呀，一个人100，5个人也就500多块呀，差不多够了，对吧？一个我们不是这，你要现在去谈，我感觉这么晚了，不是谈不下来，是。太浪费时间了，那先往他那边送吧。先送美女回家。你说可以，先送美女回家。我再问一句，一哥，那足浴去不去啊？这到底？足浴你找侯斌，吃饭你找我，走吧。雨晴说可以，大家一起坐坐。我去把这个。你觉得呢？衣服给你，衣服。走吧。因为啥？这个吃饭就是感谢端一哥出镜，就是要老板出了。哎呀，这个不错，是吧？这种我刚刚你一来，我是节目上没办法。啊，太平静的节目的话，贵宾会走光。我知道，知道吧？是吧？我也知道，我只能这样。我理解，你试一下。因为我一八年做斗鱼，我做游戏直播，我跟你说过，不一样。这酒是你啥？我的，你喝吧。不，我这边这酒是那个洋酒是吧？洋酒。那这哎，兄弟们挺贵的，那我就干了啊。我也干了，我干，薛威太贵了，我干了，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我干了。兄弟，对酒我一下，这个不能白干，我干掉要让人家看到，不然的话。可以，薛总牛逼。不要浪费啊，好东西不要浪费啊，其他不值钱了没关系。等一下，我去一下楼。买的，真辣，买的，买的，啊，走吧，走。哎，老板买单。多少钱？677。跟您扫我一下就可以了。我差不多也从那边。就来了。对，那不说了，一块儿。我来的早啊。670，670，没问题吧？7块钱也好，卖2份烤鱼呢。
往前，往前。我没事，我告诉你东南西北。宝山是最北面，阳谷是。不是，宝山是你在哪个方向？最北面，你应该北出来。我跟你说北那边。嗯，好看。南是啥？南面是啥吗？南方。南方是静安。你们为什么每次看到雨荨都说他很骚啊？啊。是腰，不是骚。哦。是腰。还有那个，是不是还有青浦？青浦是西面。西面啊。还有长宁、闵行啊、松江啊，这些都是西面。哦。然后这里是东面，这里是东面。浦东也是东面啊，所以这里离浦东属于相对近一点点。浦东那儿有正常的，应该是建村呀。这个就在西安，我一看兵马俑，真的。啊好，我在西安市，真的是，你不用管，安排好吧。我从来没管过，就是说你在这边我也不用管，我相信你的安排的。不是节目效果，你答应我撤告。你把那个后排所有的东西放后备箱吧。什么时候有空？全部放进去，我衣服啥的。这么多东西撤的，不知道堆着堆着就出来了。哎，真的，一哥，你也可以来我们西安吃过，是吧？我们西安有好多种地方，嗯，像兵马俑呀、大明宫呀。西安我去过，去过。西安我去的最多的是那个回民街。啊，回民街那小吃一条街，那块儿就泡馍呀、凉皮啊，是吧？菌糕呀。对对对。我的意思，你去过有没有去过兵马俑？去过，我还直播过。在里面直播吧，直播过几号坑吗？一共三号坑嘛，一个三号坑，三，对对，就好像四号坑、五号坑没开发嘛，对吧？我包别放。对，你去过兵马俑啊？去过。那其实兵马俑以外还有很多玩的地方，大明宫遗址公园呀、华清池呀，我们西安其实也是旅游城市，大家可以来西安会玩一玩、不错，西安也是个，就是属于一个就是超这准一线吧，二线。那你为什么不回西安呢？因为我说这事儿，我说那帮就是因为防控的问题，这边松了点儿，第二就是说我在那帮都躺完了，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去年让我搞到这，没有资源可挖了，所以来上海这地方就是都躺完了啊、去年了，你想吧？嗯，就是我第一次坐呀。你坐这边吧，我坐中间，好吧？这个包是你的，我坐前面，有包放来的，哎，就放这吧。旭总，你坐，让旭总坐我旁边吧。啊，你坐前面吧。哎，啊，这是薛总怎么办？薛总坐我这里。啊，我坐前面。你坐前面吧。你们挤一挤，我坐过来。我你不用坐了，你坐前面，他坐在旁边了。哎，薛总，你坐后面。啊。那你坐我旁边吧，薛总。因为我。麻烦定个位、啊。说实话，我的那个，我在西安的那个福特野马太低了，这车确实啊，要高。用点力，徐总。我操！哎呀，屁股没有。用点力。可以了。可以。你放那个什么叫慢冷？这歌好听。成功登上大机。慢冷。对，大G确实好车啊，这是有一说一啊。哦，我来。师徒四人和女妖精。没有师徒，总共才四个人，怎么师徒四？啥歌？叫啥？慢冷。慢冷。李荣浩不是这个，对，周鹏萧鹏，整一个西游团。哎，最近怎么这么小？没事。西游团谁是师傅啊？哎呦，我
我真的，我做师傅真的不敢当，就是居然说我是唐僧。左边啊、哦。嗯。白骨，不是白骨精，它是那个玉兔精，可以吧？狐狸，狐狸这个，狐狸精好。雨晴这个骚中有，骚中有那个有戏啊，这不叫骚，这叫性感，性感性感，真的性感。让人怦然心动。黑总，黑总就是雨晴跟我们一起去吃宵夜的。他不一定吃。吃的，雨晴说随便的。到了再说呗，都可以，好吧。我发现上海是真的大，一般二十公里都不算距离啊。对，肯定啊！你要是松江去，你今天让我过去的话，我回来两个小时了。等能右转吧？右转可以转。好了，正立路工作室到了，左边。哦。左边，左边，左边。啊、哦，知道了。啊、哦，一直开，一直开，对对对，一直开。有印象了。2018年最早的。左边的正立路351号。现在是左转是吧？在大学路附近，是的。正立路健身房其实蛮可惜的，各位，300多平，300多平。直到最后那个他健身房还是拿不到那种营业证，开不了那个营业证，所以那个没有办法，实在被退掉。一个嘉定区远不远？嘉定也很远，也很远吗？嘉定从我这边过去的话40公里，从你这边三十多四十。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往郊区这边走？因为好探啊，好谈，一个好探啊、嗯。因为郊区它需要宣传，因为它那个人口就是。上海最需要宣传的是现在啊，对外来人口最需要宣传的是仙霞路，一条街全是美食。哦，仙霞路是吧？仙霞路，仙女的仙。你叫你到时候给我发个定位，我到时候去看一下啊。因为你说路，我真不知道。你往前开吧，郊区人少，好的，不是，跟人少没关系，就是可以引流到。麻烦你了，薛总，那个有个弹幕问，就是上海，你这边吃完了以后，你准备去哪个城市？上海我觉得还太大，吃就吃不完啊，吃不完。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可能去北京了。刚才是慢冷，不是上海那个我很喜欢，我的单曲循环。慢冷是你的单曲循环。刚才那首歌，哎，这首歌不是韩国的嘻哈吗？是也是雨晴你喜欢的歌啊？没有，我说上一首。你为什么当时上海和北京北上广，你为什么要选上海呢？北上广是？因为上海我有个同学在这儿做金融的，过两天要不让你见到，他是玩健身，我跟你说过吗？买课吗？他要买课。他说跟你商量看那个，你不是报个价吗？我跟你说，这是我，跟你说过呀。这个课要是成了，你放心，我请你吃顿饭。一码归一码，一码归一码。我就一个同学，我再没朋友，然后下来就是现在我认识黄大哥黑人一样，这是另外一个朋友。不，还有我兄弟，兄弟啊，还有我这好朋友兄弟啊，对，还有洪斌，还有这个王琦啊，你这开车的王琦啊，都是兄弟啊，一码归一码，三分天下。双鱼座跟我们都蛮好的。对啊，
很对路的。我老板也喝，跟我也喝呀，跟我处女座也喝。处哦，你处女座的？我比较喝。哎，一哥，你是属狗的吗？属狗的。哦，我跟你说实话，我女儿也属狗。我这个人比较老实啊，对，就是就没什么心眼，很忠诚，知道吗？对，没啥心眼。属狗的。你属啥呢？我属蛇。蛇就比较奸诈。哎，不，我是怎么说？不，你属蛇，你不止星座跟他一样，你跟绿毛那个星也是属蛇。对呀。哦，他也属蛇啊？那就对了。我也是双鱼座呀。真属蛇的？那就对了，这个那是。真对了，那我俩红兵属什么呢？我属牛。你属牛啊？你还真是，那么对吧，喝酒啊啥的，他妈的该多少是多少。你属啥？你也属牛。牛胃大呀。你也挺那个。那我跟王琦是那就对路了。啊，对吧，都是。那你不要吃饭带着我去。那你可以啊，咱们有那是这吧。那我也是到那雨晴是97年的。嗯，97。不是李荣浩的慢冷，是谁的慢冷啊？是周鹏霄的。周鹏霄，兄弟们，李荣浩那版不好听。一起住工作室可以啊，我可以啊。哎，工作室他地方是刚木说的。工作室就一张床，你要不要跟他挤挤？啊，太冷。我可以睡地下了。不用睡地下，地下太冷了。就是你现在在外面，就是其实每天开宾馆啥的。啊，不，我有房子，但是我也可以睡工作室的。你也可以睡。我这人不挑环境的，只要有地方睡。睡工作室，你要睡工作室也可以买点课吧，先买我30节课。那王琦他要是睡工作室的话，你跟他一起行吗？啊，他先买课呀，买课再考虑吧。工作室真没地方睡了。再放一张床吧。放不下了。你再放一张床呗。放不下。就饼一下，就是再买个按摩床。我可以睡地下的。两张床并两个挤挤，没有上下铺。他有薛总的身份不适合睡床。薛总他这个人不挑啊，我不挑食的。真睡不下去，你信我，我不会骗你的。那别睡工作室睡床。王琦的意思是薛总不方便。对对，不方便，他有自己的私人隐私。是的，我不习惯跟别人就是合住。那你劝劝他吧。薛总，你平时洗澡卫生方面怎么样？卫生方面啥意思？就是你平时。啊，薛总天天洗澡，坐脚都天天坐。不，我对啊，没事，就挤挤吧，挤挤吧，再说。我不习惯那个挤一挤。谢谢姑姑的飞机，感谢姑姑的飞机，谢谢姑姑，谢谢姑姑送的飞机，谢谢老板。咋回事？车不走啊？这个飞机我好久没见过，因为我以前18年坐的啊，尤其说是飞机。谢谢。其实我也很感恩斗鱼的，就是当时也是被武汉一家就是签到了游戏板块，但是没有坚持。哦，你播过游戏？我播游戏啊，我是撸啊撸的这个板块的一个18年时候播的，也当时我也受到过就是火箭飞机的。薛总正式加入一家门要有仪式感。哎，不用了，收了。真收了吗？收了。那意思你有牌子呀？我有呀，我是一家门的一份子啊。你有牌子，你就是一家门的。那可以睡工作室吗？可以睡。薛总，出师有名啊！我可以睡，我正儿八经睡工作室的。薛总，你知不知道你有多荣幸啊？啊！你才认识几天就加入一家门了？不是，我这好几年了，2016年开始都认识啊。我是2010年。2016年。薛总，那你见面也就刚见呀，对吧？但是薛总，你知不知道我跟黑少认识3年，我一直没进入一家门啊，你知道吧？就好比武学宗师，然后他传位于，比如说那个天蚕神功之类的。都别跟我比。然后那个17年就认识了。然后我都没加入一家门，我真羡慕你啊，薛总，好好的把握。
前途无限，徐总。对，我来就是去寻求合作发展共赢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家门一份子了，发展只是小事了。好，黑社会罩着你的。你放心，自从加入一家门以后呢，带这要刷直播，我这里带着你。探店你带着我好吧，不探店不是带你，三分天下配合一码归一码啊，对对，一码归一码，配合就好，说你要出个药吃完口饭就完了，没问题没问题啊，就专业要专业专业的就好着呢，挺好的，是带着我站到老点吃饭应该没问题，好吧啊，但是说好的是要去啊，你可以选择性去，但你说好得去，再远得去啊，但是我真不，我跟你说兄弟们，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路，我要是知道路我不会，对吧，那个距离我把控不了呀，这距离我唱歌的之前听过一家人现在对一码归一码别唱我忘了我唱过吗唱了徒步可以做呀徒步徒步你也做啊以前我徒步是就是走路是吧徒步就走路啊可以啊四人徒步可以啊那就是这份钱的话我本来是两个人分得三个人分钱了那三分天下嘛三分天下对啊不是说好三分天下吗你们徒步是怎么徒步就是光走直接走徒步可以因为我们徒步的话靠你的话我说不定我哎后面 啊我们徒步的话不花钱都能吃上好的可以啊是啊对啊这可以啊我边徒边探这我没骗我全跟你只要有某音的存在我都可以探的可以拿着试试太好了说你们那徒步他妈的就舒服了又好吃的舒服了啊最不行也砍一半对吧最不行也砍一半砍过啊那他妈不起飞了呀我操四分天下可以啊上楼驾驶高架因为我以前我一个我跟你说我当过兵的我不怕吃苦的但是现在年龄大不知道能不能走路但是还可以吧我在这个一哥这儿办卡了你可以问他我办卡我这两天就是尽量的有时间出来去做运动薛总不差钱哎呀不用买点课吧薛总不用跟他们解释了也差钱买点课吧薛总要不然我回来上海了也差钱了也差钱了多多来发展来寻求合作真的是这样左边我没有骗人我真没骗人啊薛总买点课吧薛总一件外套韩国的潮牌四五千买点课吧薛总这个先买个然后那个手表五万衣服不值钱表也不值钱卡西欧然后就是说来做事的来这是来做事的啊兄弟们就做事做事才有饭吃啊薛总你那个手表哪里买的就在西安买的在西安然后有一家就是说专卖店然后他们可以就是联名定制联名定制啊然后就买了买早了那个是我就是在就是当时是结婚前吧五年前啊是为了撑牌面买一块表当时很心疼的但是现在就不说了现在这表也不值钱了就你看没人买的没人收的就是很希望我摘了我看看摘了我看看这个表都有点花了我操五万的卡西欧我他妈真没见过你懂表吗我懂表但我不懂卡西欧卡西欧其实没有牌面卡西欧就是真的是没有这都刮了刮花了这个怎么卡死了卡西欧没有牌面这个啊我操这表看上去就高高没有牌面就玩表看我这个需要看时间就见客户看时间有时候看一看现在还挺准的它是卡西欧什么型号具体我对表我没研究过我忘完我拍张照片啊淘宝
这我跟卡修的市面上，他卡修和哪个品牌一起联名的？他不是联名，就是当时定，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定制，你看前，因为时间太长了，我忘了当时是咋回事，反正说应该说是，这当时是销售告诉我的，哎，这个表还可以就是联名定制，我说你们俩，我说你们俩就是跟就是这个厂，他是一个活动厂家，或者跟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跟某某某航天，对吧？跟某某，因为我还有块表是航天，就是跟航天版，是个中国国货表。也是联名定制的，那个表也不是钱，就是8000块钱左右，啊，在西安放着。我还有个苹果的一个电子表，那个也不是钱，啊，就是我有3块表，就三块表，真的啊，都不是钱东西，都是小东西，小玩意儿。这种那个买过最贵的是什么？房子？不是，房子是刚需，那不算最贵的。还有啥？就是我给我就是以前的前女友吧，买过 LV 包，只有图片。买过什么包 ？LV。LV 的包。就一万六千多吧，就真是。一万六千多没你这个表贵啊。对，包 LV 很正常呀。我知道很正常，不是没表贵，表5万呢。表是另外一回事，知道吧？我从来不拿嘴说，你看家里面 LV， 你看这是 LV， 你知道我先看啊，对吧？我图片 LV 嘛，达芙妮啊，对，这你咋啥都懂啊？哎 ，LV 是就是女孩子都懂啊。这款包叫达芙妮啊，对，你说的很对，是吧？是吧？型号叫达芙妮，还有一个联名的 LV 啊，就反正就是说挺懂的呀。看，还有这款 LV 啊。这款不是 LV 的，这是 GUCCI 的。是 GUCCI 的，反正我对包，反正我买了，我花钱买了，知道吧？他一眼就知道了。就说都有图片，对，都证据啊。不是，都是我以前，不值钱东西，但是我现在不会买了，因为现在我要做事儿，知道吧？以前就说情况好的时候，买点那个轻奢品、奢侈品买一点，但是情况不好的时候，我就不买那东西，因为奢侈品我不喜欢，我觉得没什么用。LV 不行啊，是 LV， 我也不太喜欢这东西。各位，女人对包还是挺敏感的。对，包、首饰、化妆品。那男生喜欢表吗？买过什么车的？对，男生喜欢表还有车。对，我们西安有个重大国际，然后你们可以现在可以看一看，那里面就卖 LV、GUCCI 还有这个。香奈儿啊，就是玩各种国家品牌，就在里面买。那你跟那个前女友一共买过多少东西？这是一个包，然后最贵的，然后那小东西特别多。你要是更有记不住，我真记不起来了。这一个包再加些小东西。啊。那你前女友，你对她挺好的。还行吧，我认为，但是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就是没时间陪伴，所以分开了。因为我全各地来回的这个看，你知道吧？没法那个照顾到。就是他说没有安全感，就分开了。那我也理解，真的，这真是。你结婚了，怎么还有女朋友？不，那钱不是这个。结婚前我离婚了。不，哎呀，我一个。这一弄把家事都弄破了，不太合适呀。那薛总这个财力的话，这点钱小钱。我现在情况也不行了，紧巴巴的。说实话呢，都买成这个房产，在西安换成不动产了。哎，对，然后现在就是我来上海的目的，我说很一个说，我现在就是来寻求发展合作，对吧？共赢。对啊，共赢啊。我没有说是我现在很有钱过来呀，我带着项目过来。这个项目就找我。啊，对啊。这个项目，是可以有利可图的，但是就需要前期做事儿啊，做点事儿出来，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一玩。如果万一再成功了，说不定就在这帮就可以年入百万了。年入百万在上海也不多，其实，因为房子买不起。是带了，
200万的，就是百万项目，在百万项目。对对，都是工作，对，都是工作，为了工作。可以到我们西安，到西安这个城墙下可以看一看啊，挺好的。这个定位没错吧？反应这么慢啊？你好像啊，开过西安有电信，定位不对啊。电信，你要下一个口出去。哦。哇，这弹幕有点太快了，看不清啊。哼，我之前直播从来没有这么快弹幕，看有点不习惯。眼花缭乱的。吉祥村我去过，但是我没探过。那个地方已经拆了，以前就是说，不说了，这块不说那个事儿了。吉祥村就是我们以前这个、就是一个老地方，就是我们西安都知道，就是那个地方。哎，小伙子，一个手花，就这个地方啊，就是点到为止，一码归一码，对。宛平南路600号，当然知道呀，去过，第一天去过呀。是这里啊。嗯。测试。前面掉头。往左边走，往左边接。待会儿，掉头到这右边，右边前的到这掉头的，那这个，这个地方属于哪块呀？这块属于普陀，普陀区是吧？嗯，普陀区是不是也挺大的？差不多。上海有没有最大的区？就是杨浦吗？浦东。浦东啊。浦东区，浦东新区就最大。嗯。开发区，新区说现在还在开发。好多啊！一圈人魅力这么美。昨天探店店不在宝山，昨天探店店在那个。洗浴在宝山。怎么转？掉头。怎么掉？掉啊！得转，再转。对，前面车走吗？再转。对啊。慢慢掉头。慢慢掉头。再上高架吗？开过头了，慢啊！导航像死机了一样，我靠！这感觉很对，突然引不出来过，突然导航感觉对，力量太重。薛总，那你现在住的地方要钱吗？要，真要啊！住的地方就不能搞霸王餐了。这个住的地方那是刚需，他
搞不了。房东他不会认真弄，是吧？这两千店吧。现在住的地方多少钱一个月？七千八。多少？七千八。七千八蛮贵的。上海这行情就是这样，你没办法，算便宜的。在哪里啊？在那个延明路。延明路。啊。延明路是什么？就是阳光，我也不知道。也是浦东。啊，应该是浦东的。这个地方没有七千八的吗？有啊，因为我们是三室两厅，就是三室的，一厅一卫，然后可以洗澡。三室的，对，一个人住三室。没有，我跟就是我房间有两个女孩子。两个女孩子。对，在一块儿，所以我不太方便回去，因为他们老洗澡。就他们他。女孩子怎么？啊？真的？那不是合租吗？你们会不会不太方便？比如说。就是不太方便，所以我才不愿意有时候回去。他们老洗澡了。他们老洗澡。嗯。那没事，你看看。那不是。不是不是，对我来说不是福利，就是不方便，是吧？可能是长得不好看，长得好看就是。不是，也不是不好看，就是。你说对了。你还真说对了。真的。不是，其实对，不是，好看不好看，反正因为现在我要如果好看的话，我现在就回，可能就回去了。但是也不是不好看，不回去，就不方便，真不方便，因为两个，就说他比我小十几岁呢，就是。这东西找的时候不太方便了。就你住还是回去睡还是睡？就相当于我们相当于就是门一关，相当于就是光睡觉。那你们一个人七千八吗？不是，就是三个人七千八。分摊嘛，就是说哪有可能一个人？那房子一总共是合租嘛，明白吧？就公用，就是共区，就是相当于厨房、客厅，但是房间属于私人区，就门一关就是，明白吧？就不太方便，就是我一般我不愿意回去，知道吧？三分天下。所以说，我还真有打算去到工作室住一住。还真住不下，啊，真住是住得下，可以住吗？可以住。王琦睡二楼的那个沙发。我才不是沙发呢，别开玩笑。不是你薛哥来了，你不伺候一下？不要说，我他妈今天还打扫卫生呢，我没力气了。我可以扫呀，我可以扫打扫卫生。你也可以打扫卫生。对啊。他也可以打扫卫生啊。不是，打扫卫生很正常呀。往左边靠，往左边靠。那你让他睡二楼沙发吗？都不是，都可以，都可以。环境我要不挑环境，我睡觉我可以。左边，左边。王琦睡哪儿？那如果薛哥过来，王琦只能睡沙发了呀。我不要睡沙发。其实我也可以睡红兵那儿，红兵那儿也去。红兵。那个薛总要指明你那边怎么说？薛总，我可以啊。啊，不显眼就行。所以说这很远的，很远的。地方不是地方方便。我知道很远，但是有地铁啊。我知道，都可以，对吧？没问题。这样的话，我的房子问题就解决了，是吧？不是解决，我可以回去住，也可以到外面住。对吧？那就是他这个房租，你是不是能帮他分担一下？我提前问你。那我要天天住可以，但是我偶尔去两次还要分担吗？薛总，我不是不我问清楚啊，比如偶尔去两次要分担吗？就是等于是这块床给你留下了嘛？啊，就直接站着。站着吧，站着就没人来了。你比如说偶尔就是咱们喝酒了，万一我就是不想回去了，就是有个地方住一下，临时的就是一个落脚点。临时的落脚点。对，但是不会长期霸占。那薛总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地方嘛，只是用来我直播。住的，然后但是我直播，我不像你直播呀，你直播归你直播呀。我知道，我是一般是晚上八点直播，然后直播到半夜，早上三四点。可以啊。然后你是几点睡觉？就是我随便啊，我不是我在那休息，然后你在直播嘛。工作室吧，工作室近，你跟一哥一家门。工作室王琦他不愿意啊。再弄一张床。哪开什么玩笑？工作室都是亲戚，哪有摆下一张床？开玩笑。上次吕哥那个都没地方，我有办法。他其实那边的房租他不贵，他一个月大概两千，这么便宜啊？你分担一千就行。不是，我意思我还有时候要，因为我东西都在跟那个我租的房子。你搬过去不就好了吗？嗯。你一个月你省不少啊。但是他这跟两个女孩子住，他也只要分担。不是，关键是我跟杨全说好了，我们都说好就是要交三个月了，你这钱都交出去了。钱交出去。对呀、啊，房东不是你的，你要，你懂意思吧？
那你还是先住这里吧。我的意思是我不会长期霸占的地方，就是说临时呢一两下，一个月可能就比如说三四回。临时肯定是工作室，右边啊，右边是工作室，谈生意啊，这边坐。你们那个工作室，啥工作室？就是非人艺健身俱乐部啊。这个地方你一睁眼就能见到你偶像一个了。我可以睡地下呀，对吧？行啊，你弄个护理床垫，啊，睡地下，啊，就那种瑜伽垫嘛，可以啊。还可以折叠，那个，啊，又有被子，还可以升降的，拿个遥控可以升降的，这个。像懒人床一样的，反正我没意见。哦，王鑫一天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看看附近有啥吃的，都快到了。我没意见啊，反正别睡我那张床。往前看。啊，雨晴住这边的。往前看。这可是我往前看。自己房子的地方。这边是普陀区啊，中山北路呀，南高路对吧？附近还有个品尊国际，好吧，可不可以啊？离朝阳很近，靠边，你那个靠边，这能停吗？你确定靠边啊？靠哪个边啊？小天鹅本帮菜小海，哎，小海鲜可以吗？问一下薛总，海鲜不是小海鲜可以，薛总是这样，我刚说了就是人均一百，对吧？然后呢，你几个人嘛？五个人，五百。就一，我们四个人，五个人，啊，可以，但是我说一下，兄弟们，嗯，我这，因为我之前有痛风，海鲜我吃就是，我们不痛风啊，我知道，我说你让我说完嘛，然后海鲜我其实吃不了，但是那时候我今天陪一个吃一点，因为吃偶尔吃一点可以，但是我吃完痛风了，来。那个靠边停，车停哪里？就痛风套餐呀，对吧？没关系，靠边，没关系。说实话呢，知道吧？我真有痛风的，我这都有医生开证明的。来，之前吃药吃没？再靠边。就那个嘌呤高，知道吧？嘌呤高，然后我们就降了嘌呤。来，本帮海鲜，还有个本帮两个字。没有，这是本帮菜和海鲜都有。后面有什么袋子？好像。这里是我小学的地方。在家，我家的。你在台北是垃圾多少钱买的？你说什么？北市垃圾多少钱买的？还别理，别理，别管多少钱买的。再往前看，往前看。就这样。这里吓人的，就是不是？你能去吃新招鲜吗？这边附近还有个新招鲜。走。干嘛的？啊，好。小孩。没关系，咱们就是说开心就好。然后这个就是说海鲜我真吃不了，因为我痛风了。我们不痛风。那你小心点，你小心点上厕所，你别拍到他，他给你扣分了，我跟你说。好，别拍他。有吃的吗？来。点菜，那个薛总，那就点了啊。反正就是说，500之内吧，一个，因为啥？我说实话的时候，我可以摊面去那啥了，但这是个人要掏腰包了，知道吧？这就。不是说我不愿意掏，是不习惯这么多年。行，我帮你控制一下。什么意思啊？包房有吧？包厢吧。好吧，先点菜。搞个虾仁。哎，我也想点这个，本来。好。你吃啥？你点一个吧，好啊。那个千岛湖鱼头可以吗？来个。老板，你那个什么秘制烤肉啥吃啊？炭烤肉。那别的烤肉炭烤肉呗。这更好吃吧？因为海鲜我假如我自己能吃。来个千岛湖鱼头。来个手撕包菜。那会员是怎么算的？办张卡。这机多少钱？反正你没说多少钱，我觉得。
我说了我不喜欢。来，王琦点个，王琦点个。关东小木耳。关东小木耳，哎呦，实惠，十二块。对啊，真的。实惠，实惠，实惠。桂花马蹄，马蹄，马蹄有了。来一个，来一个。这叫桂花马蹄啊。我算了一下，差不多咱们再点一个就行。鲁山的，鲁山生蚝。鲁山生蚝，感应那个剁椒皮再来一个，感应花石的，昨天刚发过来。多少钱一个？怎么卖？12块钱一个。清蒸还是啥？随便你生吃的都可以的。那这里剁椒皮再来一个。好的好的。这每人来两个生蚝可以吗？可以啊。我不吃啊，因为我吃饱，我痛风了。你们哦，他痛风。哦，没事。来八个。我八个啊。来八个。我生吃啊，都熟的。熟的。绝对正宗的。这个是毛蚶是吧？我能够问啊。这毛蚶多少钱一份？毛蚶49。你问一下，你问。哎，老板，这儿有个总团购这样一个。一个月是上团购，这个我不知道，老板娘，你要白天问老板娘。啊、这东西干净吗？干净。给我烫一个。洗手间的那边。二楼。好、啊，去二楼吧。可以了。那个朱姐，我算了一下，59啊、差不多500。500多，五百多一点。我这个月还要给，就家里面孩子要打。五六个人吧，给他备用，知道吧？因为我还没。在吧。啊。那个500，多了，红冰虫。那你看说好的呀，说好了，可以，好，500个，可以弄个报告。一个我不是想发钱啊，就我们习惯这个行业，我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弄两瓶啤酒，好。也一样，饭也一样呀，对吧？也是这种饭。嗯，上，走。因为咱有这条件，为啥不一定呢？是吧？那是，我也是这意思。嗯，对。可以先跑，看见的呀。红兵，我跟他说过了，反正你到你拿500，然后你就跟让红兵补一下就行，好吧？卫生间走到底啊，那你们就这个好用吧？啊，这个好，嗯。哇，这么好！开空调，老板。我给大家开一下空调。大声点，对吧？这个座次怎么分啊？怎么坐？随便。你坐这儿，红兵坐这儿。我不是这里啊，你说正位，想坐正位啊，这个是 C 位啊，那就你就没有跟领导吃过饭。领导一般是坐在这里。真痛风啊，我们没事，你在。谢谢薛总，这必须得感谢啊，这薛总他妈的，大伙救啊，薛总，这个。嗯，这必须得感谢。感谢薛总，这顿饭其实可以咱们去另外的地方吃，也一样的，知道吧？去哪儿？就是我的一个地方，下次来是吧？但是下次。那么你们有什么啤酒？三得利青岛雪花还没。雪花吧。雪花要几瓶？哎，我问你们。拿个三瓶到四瓶。一个。四瓶吧。一个。常温的。到这儿，你能给我拿两瓶那个什么三得利？因为我知道那是你们上海本地的啊，我要尝一下。三得利啊？啊，行。三得利，你没喝过？四瓶三得利吧，都一样。因为他们说什么就是当地酒，啤酒对吧？我还没喝过呢。三得利我小时候喝的。我知道，我要尝你们当地的东西啊。那雪花我天天在外面喝呢，是吧？哎呀，这总算能吃上顿好的了。哎呀，这真的是感谢薛总。有很多好的，只是说咱们那个只是小试牛刀，知道吧？嗯。烤鱼其实也挺好的。烤鱼那没有这个东西上台面，真的是。但是那家可有排面啊，都是出事了。都说好的是出事了。六位吧。5位。如果偏八卦，那是可以吃的，也一样的。那我们下次就去那家吃吧，就那个港式的啊，那家档次高，不是，就是也是海鲜。我说过，现在就可以去安排，知道吧？就是那家厨师下班那家。对，下次那家我们找一点。那说好了，那家档次很高的，优雅的灯光，那高级的那个，也不贵，好像500多吧，说不定还比这里便宜。薛总可以啊，薛总。嗯，好的。
你一般在那个西安或者什么东西什么地方呢，就吃饭基本上都不吃海鲜。对，因为我们北方海鲜本来就少、哦、啊，然后吃也不是不吃，偶尔说我不吃偶尔就过敏，不是过敏，痛风，过敏痛风，不是过敏，跟过敏没关系，就痛风。吃完那我们今天点了这基本上这都是些海鲜，所以我陪你们吃一点可以，也不能吃多啊。对，吃多的话就会痛，这钱都花了不能吃多那种。不是，那我说到我的地方，那我就不说了嘛，让你找嘛，你一开心就好，啊，行，因为你昨天配合了，行，但是这顿吃完后，下回要做事了，要配合的，嗯，应该的，放心吧，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也不差这一顿是吧？就是咱就合作了，正式合作，不开玩笑的合作，要感谢，这必须感谢，是吧？哎，不，前面那鸭头是谁吃的？那鸭头是不谁吃的？哦，不是，鸭头是他点的呀，不是我点的。说错了，这鸭头我不喜欢吃。哎呦，是不太好吃，我也不喜欢吃。他家做的不好吃，没肉味，都是骨头，味道做的一般。对，就相当于我500块钱买个房租啊，就划算。我工作室不是单位来求的，500块钱入住工作室很划算的。那护理床啊，不是那个床，携带式床可以折叠的，折叠的你要自己选一下它吗、啊，对，那个好弄，那个到什么那个，就是老李跟我说，李哥跟我说过，迪卡侬很便宜的，啊，那个地方你可以买到。那实在不行，那个你钱都花了，你工作室你可以住啊。我这住啊，我没说不，你住就是啊。这请了王琦吃顿饭，住工作室没问题啊。不是，饭就没想，就买点客吧。住了王琦的床。我的床是偶尔住一下，我不天天住的。哎，别乱说，我没说让他。我有地方住的，我是偶尔住一下。哦，可以。我没说天天住，就偶尔的住一下没问题吧？没问题，你如果觉得住地上不好的话，你就买个折叠床放那。我到那个买个那个单间就可以。另外的话，知道看能不能买点客。买是带你练练，我不是说过了，买课后面再说。哦，好吧，好吧。我就先把事忙完。好，做个事。对，老板要积极配合，然后那个是吧，三分天下吧，然后买点课吧，多买点课就行。而且他的课便宜，一般的课是500。对啊，他的课200。练练。200，他的课只要200。我知道，买课都好说，知道吗？哦，我这我不用买的，我不用买的，我不用你买我什么课的，我又不是健身的。就是谢谢 Backman 续费啊，开通了钻粉，谢谢 Backman 的钻粉。谢谢 Beckman 的钻粉。对，这边是蓝高路啊，你知道吗？这边刘翔的小学就在附近。是吗？是哪个小学？蓝高路小学，我小学也在这边，就我家就在这边。那你和刘翔一个小学？是啊，我破北破。没有，我自己房子租掉了2000万。我没认识，但是这个就在这边。不，但是6楼不是电梯。合作公司，合作公司，真的。破北。我是真的可以把这个资源给搞到的，但是需要人出来出去啊。没有2800块。就租给别人2800块，得需要那怎么租的那么便宜啊？怎么租那么便宜？比较小，可以协作供应啊。卖掉是合作供应，卖掉这个就这个市区啊，就这个我这个房子卖掉只要180万，面积很小的。哦，那还可以。价格我以为2800万的房子租成，不，2800万是。而且海鲜的东西，说实话，我就是没有通风之前也不吃的，因为不爱吃海鲜。我们只吃面食为主的地方，因为。有一块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洪斌好像蛮喜欢吃海鲜的。对，我喜欢吃海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雨晴应该也喜欢吃吧？对，不好意思，我知道，我没说别的意思，就是说来了，就有一块叫既来则安，什么吃就吃了。但是他家没有生腌。哦，生腌的，你要生腌什么？他家没有生腌。生腌什么？生腌是的。生腌。开车会呀，我会开车呀。生腌虾是吧？好，我待会问他。芦苇生腌虾再来个生腌虾可以吗？可以，没问题是吧？都来了，你说吃饱，吃好，对吧？对，他来，我问一下啊，生腌的虾是吧？嗯，还有螃蟹什么都行。他是生腌是怎么做的呢？生腌是生的呀，然后潮汕的那种做法。哦。对，他是拿酒给你腌的。问一下，应该拿那个黄酒。但是本帮的海鲜还是没有，还有白酒，没有广东一带的海鲜。哦，广东那边的海鲜好。广东不是那个燕窝鱼。我开车很稳的，开车很稳的。哎，那薛总，你平时不吃海鲜的话，你吃什么为主呢？
就是你说在哪块儿？在湘江那边在，就是面食，我们就特别重庆成都那块的，你吃啥味道？川菜是，也我们特别能吃辣，吃兔子就特别能吃辣啊，兔子辣的就是当魔舅的吃，兔兔那么可爱。我家就养两个兔子啊，对，那个叫垂耳兔。你家兔子长多大了？养了一年多了。几斤了？该吃了是吧？你吃过兔子吗？吃过呀，可好吃了。可好吃了，太他妈残忍了。真的。兔肉啊，兔肉很牢的。可好吃了，真的。是那种嫩的肉。那是柴柴的那种，烤的那个兔子，天啊，绝了。上海也有蛇羹，你半夜里面去，我已经办卡了，蛇羹。蛇羹，蛇肉炖成的汤。那我不吃。蛇好吃。那我不敢。蛇是真的好吃。蛇好吃。盐焗的是最好吃。我害怕。盐焗就是那种盐焗的时候的那个，炸的那种，特别好吃。炸的。炸的没营养。蛇羹。绿毛，你那个坐过来，你别那个转来转去的不太方便，你往黄斌这边串串啊，往黄斌这边串串。不敢吃。必须，对吧？对，那个，你这样吧，那个可乐没了是吧？你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无糖可乐。给我转钱，我去买。你先去买。啊。那薛总呢？小酌一下。三得利。等一会儿。很久没喝三得利了。这个人家说是当地的一个酒。他哪块出的？你没吃过兔子吗？没吃过，兔子没吃三得利啊！我兔子和狗都没吃过，狗肉也不喜欢，狗肉也好吃，我也不知道。我就吃过一次，我就不吃了，太残忍了。你要喝那个三得利啊！你养兔子，你肯定不能吃。猫肉吃过吗？不是，太残忍了。猫肉不好吃。对，有些羊肉吃过呀。没吃过，但听他们说。他们说猫肉酸。我儿子那么可爱，怎么能吃它呢？兔子太好吃了，你们兔子吃的挺多，驴肉也不好吃。真的，兔肉真的吃的最多的就是牛的肉。那烤兔子老香了。哎呀，我操！真的老香了，连辣椒都能吃，辣椒都是香的。哎，适合你们健身的还是鱼肉啊？牛肉、鱼肉也不长脂肪，对吧？嗯。但牛肉蛋白质。薛总应该是大江南北什么好吃的都吃过，差不多吧，基本上我们这行业该吃的都吃过了。吃的最好的是吃过的。最好的。嗯。也没什么最，就是那种各种酱，鱼子酱呀，还有那种帝王蟹，就是挪威那种帝王蟹。帝王蟹就是霸王餐。万物皆可霸王餐。不，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西安有个叫一个品牌叫徐记海鲜，这帮应该有吧。嗯，我不知道有没有照片过，我没见过。嗯，那个里面就有帝王蟹，就可以去看。其实薛总，帝王蟹不贵的。不，帝王蟹贵的叫你没吃黄油蟹，你没吃过真正的帝王蟹。不，真正的帝王蟹也没有黄油蟹贵。我跟你说，那好大的。你非要跟薛总犟的。啊，对，老板，不，老板，不好意思，节目效果，因为我犟没节目效果，节目效果。但现在为了节目效果，我也不犟了。你现在是人设是老板，跟老板犟是毁人设的。那帝王蟹一般是西安这边应该不产这个吧？这是从后就他空运过来，不是去对他们说是空运的，就是弄那个冰啊。薛总有没有吃过黄油蟹啊？黄油蟹，我告诉你，海鲜类东西我不就是，因为海鲜是肯定是最贵的，对吧？但海鲜的东西我不常吃，就本身我就痛风着呢，只是我吃过就最好的就是帝王蟹，就特别大那种帝王蟹，还有对。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叫，那个鱼叫什么，特别大的叫什么鱼，我突然给忘了，就是那种特别大三文鱼，三文金枪鱼啊，对，金枪鱼，蓝鳍金枪鱼，对，它有对蓝鳍，还有另外一个管它吃那种红鳍，红鳍，那是海钓的，那是他们就是外国人钓上以后第一时间金枪鱼，还有一个是黑鳍的，你吃过吗？黑鳍没有，最高的没有，那个黄鳍我吃过就是那种。特别大，就是白颜色的，白颜色特别大，就是那就好像特别就这么大一只，然后呢，它的肉是可以生吃的，就是它有一个部位是可以生吃的，它不需要
就蘸芥末或者蘸啥是生吃的。金枪鱼。三文鱼都是。但是我一般对那东西不感兴趣，说实话就说，吃过但是不常吃。吃多了。也没吃多，就不感兴趣，就是品尝一下这个味道，哎，就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味道就行了。我们比较喜欢就是吃的硬的，比如说像那面呀、泡馍呀，这个面食，对吧？塞肚子。啊，对，比较能顶级的那种饭，因为我们经常做事嘛，就鸡顿饱一顿，经常是这样。但是，哎呦，这鸡一顿饱一顿的那真不是，就是吃饭不规律的意思，知道吧？不是，对，鸡一顿饱一顿的过分。鸡一顿饱一顿的不是我吗？就吃饭不规律的意思，知道吧？薛总，你其实可以尝试，就是你海鲜过敏吧，你可以吃河鲜。我不是海鲜过敏，我是痛风啊。痛风，河鲜不痛风的，就是你可以吃。我不知道，反正对于人家医生说是建议我是海鲜类最好别吃，不少吃。没说不能吃啊，真的是没说不能吃啊，没有到那一步啊，就是少吃可能就会缓解这个疼痛，对吧？哎，薛总来，哎不，别，你别这样搞啊！我也吃一个，我也吃一个，你自己吃啊！不是人还没到齐，过两天我请你吃我们上海正宗的本帮菜五毛星。这是啥呀？五毛星是？拌面。不是拌面是其中一种。等一下我给你看，可以面食也行，面食也行。五毛星很有名的，光吃一顿面就要100多块钱。啊，一顿面我刚100。对，一顿面就要100多块钱。啊，那可以，一面100块钱可以。黄鱼面啊不是黄鱼面是浙江的。五毛星，等一下。五毛星看到。啊，本帮是吧？五毛星本帮面是吧？对吧？可以啊。不是，我让我看里面都是啥呀？有名的是13.8，啊，13.8这么便宜？不是、啊，这个是空面16，空面啊，这个是空面啊，从拌面啊，光是那个大排面就是30了。那叫啊，我请你吃的是咳嗽腊肉泥面，我看加焖肉加荷包蛋50，然后我吃一份加起来不就100吗？对，啊，纸张坏了，没有啊。他这里有福胶。这像这种指甲可以保留多久？一个月。嗯，有的不到一个月。它自己会掉的是吧？嗯，有的时候你看我上个手不就是断了吗？就中间断老疼了，肉连着肉断的，中间会断。哎，美女，啊，这个上错了，三得利胎呀。是三得利，三得利晨晨呀，这不是三得利，这是光明，这是光明三得利啊。啊，这个毛憨的话是，不是光明三得利，我要三得利，这是光明啤酒啊。啊，这是三得利啊。这是光明，这三得利晨晨，不是，这是光明啤酒。啊，我们就这一种。啊，没事，一样就啊好。这个毛憨要到开水里烫一烫，还是直接可以吃了？啊，烫一烫，再有的不烫，有的人不烫，就稍微撩一下就可以了。啊，光明三得利，就啊，好吧。这个就是三得利啊，我不懂，小时候上面写是就写三得利啊。吃啊，再吃啊。拿啤酒。等王琦吗？不用等。你啤酒喝吗？再喝点吧。有凉的吗？有凉。你要冰的还是要什么？这是常温的。有冰的吗？你要冰的是吧？冰的等他换一瓶。老板。来一瓶冰的，再来一瓶冰的吧，再来一瓶冰的吧，再来一瓶吧。嗯，冰的，冰的。我去上厕所的啊，绝对不会跑的，你放心，上厕所。你放心，这话说的真的是。我包放上对吧？啊，我跟你一起去，我也上厕所。就是我节目效果是真上厕所，我节目效果我不上了，我开玩笑。你上这里。老板，你把火了，我。开玩笑的，我不跟你去了。洗手间这边，李志总。薛总包还是这边？包还是这边？薛总不跟你去，开玩笑的。为了直播牺牲了太多了，我要走。看一下，看一下。不，应该说为老板服务，在门口等着去。擦一擦呀。他没有开水烫一下。那个拿那个开水，用开水直接烫。
到那边，他反正不喝酒。把筷子摔。我也摔。我们薛总啊，讲究人，真讲究人。哎，你来上海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段？是不是有朋友在这边？对，有我朋友在这边，所以就来这边了。解封回来的，我三个朋友都在这边，为了和他们住一个小区，一个县。啊，可乐。其实我蛮讽刺的，我自己有好几个房子了，但是我自己住的地方反而是租的。那你住自己家好了呀，为什么要租啊？直播我要大声喧哗。哦，扰民。会影响邻居的。兄弟们，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啊，毛蚶，这是毛蚶，你吃过吗？我不敢吃，它带血。带血的。嗯。这玩意儿，各位啊，说实话，真的鲜，可以的。是，但是它带血。它带血，肯定带血。以前电视里说吃这个对肝不好。以前呢，上海有一个甲肝，甲肝还叫乙肝啊，各位，就是吃，就是吃，我妈也得过，就是吃这个毛蚶吃出来的，就是所以就那个大家不敢吃了。现在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这个问题，这玩意儿沾点芥末贼鸡巴好吃。来一个，不敢吃，很鲜，你相信我，血、啊。他吃到嘴里不是血吗？没有血，你稍微开水里面烫了就好了。你试一下，你试一个就知道。你相信我，吃一个不好吃你吐了。放心，不会得肝炎。这是最好吃的贝类，你试一个，你怎么可能得那个？我马上也试一个。你挑肥的、啊。这个，虽然是没劲，烫。你放一会儿。你看，没有跑，没有跑，刚才我们抽烟，没人觉得跑，啊、可以，节目效果呀。节目先站着，就可以吃一个，绝逼他妈好吃，小老爷，相信我。很鲜的这个味道，是吧？是挺鲜，但还是有血。啊？血肯定有，但这玩意儿是好。那，哎，兄弟，没，我这两天，哎，你们东北有道菜叫护心肉，嗯，是吧？有。那提一杯，提一杯，感谢一下兄弟们。嗯。有，但我不吃。来。大家共聊，合作合作。合作。谁要？哎呦，要干吗？感谢薛总，谢谢。感谢薛总，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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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酒逢知己千杯少啊，话不投机半句多。扳手在这边。薛总还是长的。薛总像一个明星。是啊。像高的。但不，你别真相，你像一个明星，对啊，就是说，但是很，那个明星比较矮，但是你很高，你很像一个明星，就是长得高的曾志伟，其实曾志伟本来不太高的，不是长得高的曾志伟。你要说我像长得像张信哲，你这样说曾志伟。张信哲不是我说的。我觉得像张信哲。好吧。张信哲，没这么说。他情商太低了，不用管他。曾志伟，他没情商的呀。曾志伟是老大哥，我还想像他呢。有人说他长得像陈龙，谁？你不认识，是他们打游戏的瓦龙。是有点像。你真的很像陈龙啊，武汉陈龙。我给你看百度啊。现在户外他妈最热闹就我们二八零七二直播间。这哪个直播间他妈有我们直播间好玩？你真的很像武汉陈龙啊！我不认识。四大金刚聚齐了，各位。你看一下武汉陈龙。哪个直播间有我们这么热闹？
开玩笑。你们不是十多四人吗？你看这样，你很像武汉城。对啊，十多四人啊，他们哪个直播间有我们这东西？你像他现在的时候，我这带了这是他二十岁的时候，你像他现在的时候，还能和平共处。看看，成龙看到，婉龙看到，说话一模一样，说话声线是吧？方式一模一样。我也觉得像那个马蹄。哦，这个叫蹄子。嗯，马蹄。这个好吃。这是啥东西？嗯，这马蹄。蹄子，它是一个蹄，就蹄。啊，对，哦，马蹄。那脆的很好吃。不是蹄，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用黑色的包出来的是吧？嗯，对，包的皮。就水果。嗯。这个在。就每个地方的那个叫法不一样，叫别记，啊，不叫。叫法不一样。哎呦，真的庆祝我们一家门又多了一份子。哦，哦，这个应该是。而且我也会开车啊。你也会开车？就但我有一提一句啊，就你把他活都抢了。那我就没开车啊。没，不，没事没事，他活就没了。没事，你开车也可以，住光也可以，你先买领克就行了。这个货没让给你的，不要紧，薛总。只要买客，薛总，他没活了，你好歹留着。但是他有一个活，薛总你接不了。大哥，染绿毛和开合跳。哦，那是你体力活接不了。这个薛总他走不了。体力活。开合跳能做多少啊？我可以一次做200个。200个。嗯。不行，我们这行业不能染头发，因为要谈客户，是吧？都写了轻浮了。哎，对对。因为毕竟那都是老板，你说你染个头发，说你还给你开玩笑呢。但女的可以，女的能够弄弄指甲线，那可以，可以啊。女的话，男的要稳重啊。但是女的话，没有人去做这事呀。女的有看见，但是没有人去谈事情，知道吧？一般都男的买点课，其他活都给他，没问题就对。薛总，买课嘛，他是200一节，但是。欢迎姑姑。现在的健身行情要30块啊，不是30节课，不是要200乘以30，你知道为什么？他的课是30节一起买的。我可以帮你拉，就是拉别人啊，可以。这样吧，对吧？刚好我上次印了很多名店，崔总，给你给50张，帮我发一下。不，这个一定要。我通过我的互联网，我知道。没关系的，你互联网也弄，然后这个也帮我发一下。不。线下接不报，接不报。线下我不强势，线上你可以找我。我知道，但你要去接触那些人呐，你顺便嘛。真的像效果这样吗？啊，真的效果这样。还有顺便发一下，真的效果这样的。对啊。啊？要不你也。薛总的，你用两个。没事，你探店的时候发给人家一张，在探店的时候再发给人家。用不上，我们不用的都行。那你先拿几张吧，你因为上面有我的那个呀。不，号码多了，兄弟，我意思啊，拿点啊。啊。意思啊。可以，就他的意思就是你帮他发一点，我可以，不是拿了。他意思是你帮他到地铁口发呀，就是帮他打个空嘛。我反正你最啊，你也帮我发一点吧，啊，对吧？薛总呢？就现在我们一人一半，我发，我真帮他发。啊，一人拿一人拿。你就算不帮他发，你就扔掉的话，也没跟他说一声。但我是不会做这个事，我不会扔掉的，我帮他发一下，积福吧，薛总。再来一个吗？你害怕了吧？这个是。你没看我把他拿我左脚圆儿了。这种一家门真的只有多了一名新成员啊。一家门，我卖课就好课，这些活都可以交给薛。他们有的都不算，但也得写。但是薛总没时间，薛总忙的好吧？他不说那个写。这活还其实，比如说有机会，我可以发一发。上海的，你帮我多宣传一下吧，薛总。可以啊，线上可以啊，我线上。你就往线上宣传一下，有人买课，我给你给点辛苦费嘛，对吧？这个是吧？应该的嘛，对吧？而且我课便宜啊，200，是吧？一节课我给你不是这个东西啊，它含有丰富的新元素。发红包吧，没问题。像这种毛汗，它含有丰富的新元素。也是一样的。新元素对于我们健身来说，它就很明显的有促搞的作用。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大生意，这种什么开车呀什么的，他是没有时间去做的，人家忙得要死。我很喜欢吃。不一定，薛总说不定在一家门感受到黑老板的关爱。放弃了原本的事业，不可能的。薛总身价500万呢，开什么玩笑？哦，不止500万。哦，房子还有房子，还有几套房，还有2张车呢。你干那是之前的事情了，现在哪有啊？刷刷啊！
什么年代的事情？那个年代，去哪那个年代我在读幼儿园呢。老潘，这这我吃不了，吃不了，这就是有点血腥了。好久没吃皮蛋。不是啊，哦，这这个老上海合理的，合理的，不是海底的。我真吃不了。老上海更喜欢吃这个东西。我妈以前就喜欢吃这个。我都没吃过，吃了真吃不了腻了。这个你不是不能吃辣呀？那那今天晚上啥啥也吃不了啊。我海鲜类东西我是少吃点。哎，不吃皮蛋啊？你皮蛋，你皮蛋是吧？是是是。皮蛋木耳啊。吃个皮蛋，皮蛋木耳，这皮蛋还行，这个还行，这玩意儿可以吃，皮蛋好吃。上海有句土话叫什么呢？叫吃皮蛋。吃皮蛋，吃皮蛋，吃皮蛋是什么意思呢？吃皮蛋啊。它不是真正意义上吃皮蛋。对吧？用皮蛋吃吧，我喜欢吃的皮蛋。没打，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打你拳，你知道？就是。弄起的。就是我打你一拳叫吃皮蛋。吃皮带的意思，就是抽你的意思。哦，这个皮带还蛮新鲜的。嗯，还可以。可惜它灵魂就是没有辣椒，它这个皮是可能是偏上海人口味吧。服务员，服务员，哎，你好，哎，有人吗？有人吗？它这皮带唯一差一点就是没有辣椒，像湖南人吃皮带都有辣椒的。薛总，你这个活就辣椒就差不多。王琦可以那么多喊，有人吗？这个像那个也可以，我可以，我也可以喊啊。只说没给我机会啊。你好，哎，你好，这个咱们这儿有没有生腌的虾什么蟹什么的？蟹啊。生腌的。生腌的蟹啊。嗯，蟹和或者虾。这蟹好像咱这边有这蟹，生的还是熟的呀？它是这蟹，就是。这蟹其实就是腌的。啊，对，但是它有分熟醉蟹和生醉蟹，你家是？应该是生的，生的，直接生的也熟的，应该是熟的，它是那个吧，醉蟹就是那个，是那个活的醉啊，是腌的，应该是腌的啊。对，我说你腌的是生的还是熟的？腌就是活的腌的吧？啊，那是生的。嗯，能有吗？现在能上一份吗？你要多少钱一个？你要几个？来一个，给他来一个。来一个。嗯。我说皮蛋放点剁辣椒，我没说海鲜放剁辣椒。海鲜放蟹不放蟹，螃蟹螃蟹。你过敏。说皮蛋，不是我们那边吃皮蛋对吃剁辣椒，他超市上没有剁辣椒就没好吃。痛风啊，不是过敏。哦，痛风，不是跟过敏没关系。湖南那边是小皮蛋放剁椒。对啊，对剁椒那种小皮蛋，那个剁椒很剁辣椒，还蛮好吃。哦，对对，那个剁椒是垒的，垒开的辣椒。它这个就没有，因为没有那个剁椒或者辣椒吧，就没有。以后那个。出门啊什么？我看这边就是属于是偏上海菜，看店上的。啊，这个啊。我有给你，我就帮你。对。来，这个。等一下。现在没有剁辣椒，失去了灵魂。薛总，欢迎你加入一家门。欢迎啊。人薛总吃皮蛋，没有，你先吃的，我想吃块木耳而已，这个桌子有点大，不好意思，我先夹那个木耳。薛总，我真的羡慕你，你看我十五级牌子都没加入一家门啊，你蓝牌子已经加入一家门了，我没蓝牌子，我有黄牌子的呀，你有黄牌子，你看，哦，薛总这个升牌子升的真快，猪都不吃了，嗯，那你吃菜不就好了？薛总这荧光棒打的真挺快，就薛总。就是，现在我这么感动的。这些是先出来再去做的。飞机啊！有生虾有吗？腌的。哦，飞机没有，是鲫鱼虾呀，就是那个，哎，没有，我有。啊，这是真熟了，但是醉。对对，它本身是活的，是蒸了一下，蒸熟了再去醉的。不要，我要生的。薛总。自己不要啊。薛总，我们很多人都羡慕你。加入了一家门，嗯，工作室现在开始随便住，是的，是。周浦你偶尔也可以住，嗯，上海就是你家，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新上海人了。就是有人看不起你，说你是对吧？公交车司机那种，可以吃那个呛虾呀，那个叫我们的名字，呛虾也可以，对，呛虾，吉祥呀，三两起，三两，两卷，报他名字，报他名字，啊，都认，都认。呛虾是什么？上海菜。呛虾你吃过？嗯。你理发嘛？你到他指定的那个有认识的地方，是生的那个六条，呛虾是什么？我理发也是那个靠酒醉的。嗯，
但那个他那个理发师专业，就是。但是欠虾又带小虾。我这儿也很专业，都一样，差不多。他那个地方叫东宁造型，很好。我知道，因为我不挑这个理发师，我只要把头发能剪短就行。果然是不拘小节啊。呛虾叫呛虎，这是以前过年的时候长辈都喜欢吃的一道菜，然后这个是特别下酒，但是吃这种海鲜呢一定要配什么酒呢？各位一定要配白酒。嗯，那呛虾就是白酒呛的。嗯，白酒吃吧，就是白酒白酒适合白。